瓜，好吃的西瓜，西瓜。小黑，你这是改行卖西瓜了呀？你这脑瓜子可以哈。那可不，我哥哥刚我说上天就要卖西瓜。那你西瓜甜不？你瞧你说的那话，我的西瓜是自个儿家种的，纯天然的，保熟保鲜，不甜不要钱。不甜不要钱呀？啊，那多少钱一块？两块。两块一块？一块两块。一块两块？两块一块。到底是一块两块还是两块一块呀？两块一块，那不是五毛吗？滚！你是不是傻鸡啊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人。切，想套路我、啊？哼，明明两块两块，卖西瓜，西瓜卖西瓜，好吃的西瓜，包烟吧。小黑，西瓜多少钱一块？怎么又是你啊？西瓜我谁也卖，就是不卖给你。哼，这人是不是傻呀？西瓜都不卖了，凳子也不要了啊？凳子归我了。买智能机器人了啊！高端大气上档次，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老板。那个机器人咋卖呀？500，不能便宜点啊！我这可是智能机器人，干活扫地啥的全能。都不知道它能干点啥，还全能呢，再便宜点。这500一个智能机器人，你还嫌贵呀？不买起开，这都最后一个，我卖别人去。去啊，行吧，给你500。行，那这是遥控。遥控呢？还有，启动。Go！ 哎，好了。Go！ 有个机器人就是好呀。地咋这么乱呢？扫地模式。不错啊。暂停，服务模式。哎呀，这舒服，这手法，这力度不错。哎，哎呀，这是。这咋了？这是，咋不听使唤了呢？坏了啊！这是，给他打个电话吧。喂，啊，这咋了？这是机器人咋不动了呢？这是，那是没电了。那咋充电呀？这是太阳能的，你出去晒晒太阳就好了。啊，晒太阳啊？嗯。哎，行，好嘞，好嘞。咋这么费劲呢？还晒太阳？走，充电去。哎呀，这儿太阳不错，放这儿。哎呀，这晒了会儿太阳，应该充上点电了吧？这。哎，还这么管用啊？哎呀，不错，又节能又环保，不错。那你先充会儿电，我回家看会儿电视，一会儿出来娶你啊。哎，不错。哎。终于走了，买卖来了。哎，这都倒数20来次了，发财致富全靠你了，走买下一家去。哎，我的机器人呢？难道是充电充的太足上天了？他是苏本曼吗？天这么热，渴不？嗯，渴。你等着。
美女，西瓜怎么卖？这小的50，这个大的200。哇，你这西瓜咋这么贵呢？就这价，爱买不买，不买拉倒，走人。买个小的他还觉得我抠，买个大的他还觉得我是个大款。买大的200是吧？美女，西瓜买好了，吃。谢谢你呀，黑哥，你真善解人意。只要你不渴，我就很开心。美。卖西瓜了啊！卖西瓜，走货。哎，姐，你这个套路真好，咱这一天。都赚1000块钱了吧？说不说吧，下次咱们还用这招。走，收摊。好。这不是套路吗？花不成花呀，子。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会发生的，事实摆在你眼前，难道你要狡辩不成？美女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还向我们厨师过来啊。嘿嘿，过来一下。不管你叫啥厨师长，那都不管用。老板娘，谁呀？谁吃霸王餐呢？就这样？来，你比比，我有这么长头发吗？看看，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说错话了，不是菜里面有头发，是头发里面有菜。哇哦，原来我假发在这儿呢呀，我说我找半天咋找不着着了呢。美女，祝你用餐 愉快啊。走了。美女，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妹妹啊，你说的那个卖西瓜的人在哪儿呀？哦，我看见了，先挂了啊。大哥，胡了，大白天睡觉还说梦话呀？我那个说梦话了？对啊。我闺蜜呢说你这的西瓜呀好吃，我过来呢买点西瓜吃。你看我这西瓜啊，这瓤又鲜又红的，是吧？吃起来肯定甜。话又说回来了啊，既然是你闺蜜介绍的，那我就给你便宜点。说你这大白天睡觉就不怕你的西瓜丢了吗？那呀是不可能的，我呀可是出了名的顺风耳。不说别的啊，我在古代也是员大将，就眼前路过一只耗子，我耳朵都能听出它几个蹄子。大哥你真神呀，给我来这半颗吧，吹一下给我。行，好嘞。哎呀，哎，我的秤呢？明明放这儿了呀。你的秤是不是丢了呀？不可能呀，我明明记得放这儿了呀。大哥，你刚才不是说睡着了都能听见吗？哎呀，这都丢了第3个了，是不是让耗子给叼走了呢？嗨，Good morning，I'm 杰宝。说人话。哥叫结巴，结巴呀。既然咱们俩都是出来相亲的，那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吧。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呀 ？I'm from Charleston。呀，还是个海归呀。那你啥学校毕业呀？小学毕业。
那你小学毕业还戴了就是眼镜，哎呀，你还小瞧人了。别看你是个大学生毕业，我呀出道题考考你，你肯定答不上来。考。你给我念一下这个答案是什么？这不就是不要开火只要火化吗？哎呦我去！念的对不？对啥对呀、啊？拿过来！不加药等于一个字儿，开家火等于一个字儿，只加药又等于一个字儿。哦。火加化也等于一个字儿，你把这四个字念出来。这不就是不要开火吗？啥不要开火呀？这个人家叫表姨叫光，还海龟呢。我看你长得像个乌龟，自己回去好好学一下。哎，please！